好，来，最左边下方的一下下。好，两位这边。这是小礼物，好，我们往你左手边移动哦。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其实在请那个医生来看，剪完之后，然后看到医生本人就决定没有问题，就是跟六年前长一模一样，对，所以就很有信心，对。我中间一度，我2016年9月剪了很短的头发嘛，还现在大家看到我宣传还留回来跟戏中一模一样的长度，我也觉得蛮庆幸的，所以今天就索性用星星姐姐在戏里面的造型这样跟大家见面。对，那还好，我觉得是不是说演员状态有没有跟以前差，而是这部片它的类型还有它的故事内容，我觉得很高兴是这六年里面也没有类似的片子出来过，所以还是一样蛮新的蛮感人的故事这样。最近就是宣传嘛，然后等等，然后也在家，我通常都蛮早睡，最近都变得比较乖，然后早起去运动，然后就回家，就没有特别做什么，然后其他都是配合宣传的事情。那疫情，哇，这样算起来疫情其实大半年了嘛。我不是一直往外跑，就是一直关在家里，就两种极端，不是去骑车环岛，就是去山林间徒步啊，然后要不然就是窝在家里面，或教室里面去学插花，然后看看书这样子。好像有人看完电影，觉得有那个那些年的味道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啦，因为片型差蛮多的，然后类型也差蛮多，然后我在里面也没有穿到任何一件制服。对，可能是因为同一个演员吧，然后。离那些人其实当时离那些人也比较近，但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疑虑。嗯。配合，谢谢你们。来这边。好，左边下方。来这边。来这里。